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我来自巴生。我在1999年，我就在寻找过滤水，因为我的女儿本人她就是因为鼻子敏感，然后时常喉咙发炎，所以我听了很多牌子的一个过滤水，可是最后我就选择了 MV 的过滤水。那时候我用的是第二代，那时候当我开始给我女儿使用的时候，他是慢慢的改善他的鼻子的敏感，然后喉咙的发炎，然后喝到一段时间时候，他已经有好转了，没有什么敏感了。那时候我对这个过滤水非常的有信心，然后我继续的一直喝下去。然后我本身就是因为胃酸的问题，然后对水会比较敏感，然后当我喝了 MV 的过滤水，我的胃的敏感性已经减了，不会再有这样的问题出现。MV 的过滤水一次性是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好，因为我本人喝了20多年，我感觉到不止对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体质也感觉有改善，然后对我的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。我首先谢谢我的上线杨尊安和木华夫妇，因为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介绍给我，赢回了健康，谢谢。